不过，我绝不会交白卷的，我会尽快写一篇。他会答你，我才不相信呢。因为后来才听说是到美国还是哪里，美国去。八零年代玉女红星潜逃十五年，周游报他应该会跟我联络。阿公，戏剧教母阿公和劳工李朝勇甜蜜出席演唱会记者会，拎着50,000台币的哭泣包，正在舒服的给丈夫勇哥捶脚。8月24日也是阿公85岁的生日，他也大方展示自己7位数的红宝石。跳舞一下，你们没看。阿哥，这个，对啦，你看，这都名设计师的。我刚会赚钱，我就偷偷的买一下这一个红宝。这个原石的红宝，这一个大概就，5杯大冰糖。今天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做有钱人呐、啊。我俩。66岁的80年代玉女明星宋钢龄是阿公大力提携的女演员，因被控诈欺200万，2008年北检侦讯屡传不到，遭通缉审隐15年。他会答你，我才不相信。因为后来才听说是到美国还是美国去那修了。那回来应该会跟我开放了，就他都叫我周姐。而此次演唱会还特别安排剧中剧，找来八点档演员助阵演出。陈志强的老婆曾志熙，据悉在八点档里面已经提前领了便当，是为了回家备孕。陈志强还透露他的备孕小妙招，还一度偷偷乱开车。还是有没有人很热吃屎吗？不是，还是吃屎之类的。都有啦，都有啦，很多就是有经验的都跟我讲说，什么样比较容易受孕，什么样的是生产儿子女儿这样比较容易受孕。容易受孕很简单，把保险套套在这里。要受孕怎么还戴保险套？我就戴在手上。